利用这些名字疯狂的涨他的那个营销额呀。你怎么可能是说在这个事情处于风口浪尖之时还要各种做文案呀，做营销，把名字取成各个你能想的那种你心里的那种名字，那个所有的名字改成这个名字之后然后去做呢？就这个东西很像在圈钱呀，很像在圈钱呀。对呀，元素太多了，太那什么了。线上的那些账号发的那些文案也好，说的那些话也好，我们有种像在卖惨集资，就是有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他这个时候应该很低调的，而不是在这疯狂的卖东西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这么个道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我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就把这个话告诉你们啊。那个所有的产品都不便宜啊，不便宜啊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时间还在营销这些东西，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他在干什么。